Hello， 大家好，早上好，这是马老师。那么我跟亚历山大 ，Hello， 我们现在呢在夏威夷这个 YKK 海岸的特伦普五星级饭店。那么真的是非常棒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是大概是早上6:30左右，因为差不多今天早上2点，就被我的儿子吵醒了，然后呢。跟他玩，睡了一觉，又被他吵醒，大概是刚才是差不多6点左右被他吵醒了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呢就一直坐在这个美丽的阳台，欣赏着美丽的夏威夷 YKK 海岸的美丽风景。大家看一下，哇哦！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，各位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住在五星级的特伦普饭店，那么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客厅，是个套间套房，然后呢房间也非常大，洗手间还有自己的厨房，然后呢整个这个旅程呢都是完全不用钱的，都是免费的，因为呢都是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生意所得到的积分还有这些福利。让我能够呢跟我的家人呢来到夏威夷免费玩2个星期。那么呢非常感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早上六点到现在呢，我就一直坐在这里陪着我的孩子，陪着亚历山大，然后呢今天是他的1岁的生日，6月3号，那我们很开心能够呢跟他一起在夏威夷庆祝他的1岁生日。所以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呢？就是因为5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相信一家非常棒的来自美国的互联网创业集团。那么今天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国际企业了，已经是20多个国家，3个星期刚刚开了台湾市场，那么呢很快呢就会到全亚洲去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选择相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生意，我们的这个平台绝对能够让你财富自由，时间自由。你想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一样，在一个这个今天应该是星期2吧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也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，我都没看手机，也没看手表，也不懂今天是星期几不过今天是6月3号 ，OK， 在美国，那么真的能够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呢在这里欣赏这么美丽的风景，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各位祝福你也能够有一天跟我们一起财富自由，时间自由，一起来这么美丽的地方过着美丽的时光。祝你成功，你一定要到这里来，你一定要来， You should be here。